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赛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赛已经开始，我们直播的这个前面那个半决赛比赛当中啊，这个林诗栋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比赛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异，非常的有激情有动力。其实我觉得林诗栋这样一个被我们称为这个非常有潜力的那么一个选手，对阵这个非常啊有冲劲儿的孙子栋，跟这个向鹏打的，相信大家都做好了一个困难的一个准备。每场比赛啊，林诗栋其实进入状态还是非常快的。其实这样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队员的话，能够表现出这么高的一个比赛的这么的一个速度的话，还是非常难得的状态啊。好球。10-3，分的话这个有点难。男子团体的这个冠亚军争夺当中啊，这个咱们上海队是取得了男子团体运动员出场的。一般能同时说明这个林诗栋的这个投入的状态。球来了，漂亮，漂亮。漂亮啊，增加了提高了更适合这个林诗栋的这个打路子了。在前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也是非常的不错。漂亮。好，漂亮。把比分拉起来了，对，哥，可能第一局还稍微有一点紧张，没有进入状态啊。对对对。8-6，现在比分是越来越近啊。这个大比分落后的时候，还是，你看，处理球上，对，感觉给人一种这种状态，感觉非常自信。你看，对，漂亮。调动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如果说连出两球，这个可能就有点。这第三局的开局，反正一上场就是1-1打平。来看这一局孙正有没有几个调整。球上来，这个也是他也轻松一些。好球。现在这个确实是各方面啊，发接球啊，包括相持当中，你看这个失误也错了。漂亮。还是要孙正还是要做
对，像这种球，好球，漂亮，漂亮，哇塞，这个球打的是真度就行了，没有说这么发力这么大的动作。但现在技术发展，这个处理得非常的果断及时，啊，看看。球反拉，漂亮。看孙正能不能趁着一个球来追上。这个赛点了，看这一局孙正率先发球，他能不能拿得好，率先拿一分。1-1，虽然领先，但也不能放松啊，是吧？本程，你不管说他是不是领先，好像看起来对他来说有点波澜不惊。我也都是这么的，我领全身心投入到比赛当中，不去计较这个一球一分得失，也是一种境界啊。哎，确实非常不错。4-1，在前面已经要过暂停了，这后面就没有暂停要了，就要投了。漂亮，好球！开始发力往前追了，这个比分。漂亮，这个反拉，漂亮，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看林书栋啊，他就比较沉稳，那孙正这边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偏急了，就有点被林世栋拽着走，有点这意思啊。因为这个什么的比较快，质量也比较高，就是大家在相持当中能不能都对不对？对对对。或者是对手甚至应该更主动一点，对吧？但是完全体现拿下这个球，就赢得了这次锦标赛单打的冠军了。对。看他，看这球，失误啊！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漂亮，漂亮啊！在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最后这。